减掉十六路查高端内线，再也质疑高端股价一年差13倍，为何一年半才查？高端疫苗是经由专家科学数据检验会议通过才使用施打，施打后我们从整体大数据分析也看到高端疫苗确实对于受感染者没有转为中重症或者死亡有效果，而且不输国外的疫苗。至于公司或个人任何违法的行为，我们尊重检调独立办案。中央护航高端，如今是高端也爆出内线交易被解封约谈，你怎么看？我想高端从研发到制造的过程当中哦，透过很多讯息的释放啊，特定讯息的释放而造成股价剧烈的波动哦，而造成内线交易的疑虑。那其实当时卫福部哦也没有对外很清楚的说明整个采购的疑云，甚至包括当时总统、院长都出来力挺。其实士林地检署在去年6月就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而金管会也移送九次移送相关资料。但是这一年半来都没有动作，昨天起才兵分16路。那我想讲的是，从去年开始我就不断的提醒检验，然后为民众把关。好，那我想接下来其实全国民众都在关注这个事情，我相信也希望相关的单位勿往勿纵，然后很清楚的跟全国民众有一个清楚的交代。士林地检署侦办高端公司基亚公司股票涉及内线交易、非常规交易等案件，经比对分析意见书，过滤投资人的交易资料之后，为了查明涉嫌人是否知悉及传递消息之管道，以及要厘清相关的交易细节，保全市政，于昨天，也就是12月29日。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执行搜索基亚公司及相关犯罪嫌疑人的住居所，那我们扣得手机、笔电跟相关的文件，也约谈了相关的犯罪嫌疑人10多人到案。经过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负责人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犯罪嫌疑重大，检察官预支30万元交保。黄姓被告、张姓被告各50万元交保，欧姓被告、施姓被告各10万元交保，王姓被告5万元交保，其余的被告讯后请回。本署将继续秉持勿往勿纵的态度，积极分析比对搜索扣押之市政，厘清犯罪事实，维护市场交易之公平公正，保障投资人权益，健全市场的发展。后面还有一个看一下。董总涉嫌内线交易吗？是不是有那个掏空？静待司法调查，就这样子，好吧？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吗？这完全一切都是合法的吗？是不是有掏空公司的资产啊？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在炒股吗？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人大辛苦。
张大美就买。没有。当初订的，你有在那边订？对呀，多少钱一条？白头啊，白头。他现在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在给戴口罩那个。戴口罩，先拿手上拿纸，手上拿纸的那个。面对我们这边这个，也是个医生，也是个两个灯，门面门面，当下发自己门面的管家，真的，尤其是那个，好像什么欧潮犬，对对，他真的是真的很想看到他，很棒。这应该是在筹钱当中吗？没有，已经筹钱了。他们交保多少钱？那现在总共是在等点钱，哦，等到点钱，哇，炸死！多少？30万多少？